第三天呢，桂林里伫台湾天水谷后面的三峡道路，长期受到风台雨水的冲蚀，周边的山势甲土石骨顶动，也造成地基严重的挖坑。还有话，乌阿厝溪也因为囤积土沙，造成今年严重的淹水。当地居民是烦恼讲，讲唔紧抢修，若是淹水问题无法度解决，甚至阁会发生造山灭川的情形。希望讲政府会当尽速来处理。验一下天空之桥，这边了。已经严重挖坑的浓度，居民虽然拢笑讲是第三镇的天空之桥，不过心内却是相当的担忧。因为今年土石厝顶动的现象是愈来愈常发生，连道路地基嘛都对咧土石流流掉去。已经淹几啊届啊，唔一届啊，这拢走山，面顶嘛走山，啊，这土方积落的时，灌落像迄个南沙坝去互放去吼，比如讲石门水库去互放迄个状况的时，规个扯落规支山落到下边，那严重是落灭村啦。路开伫遐过，这边嘛拢白白，已经掏空去嘛，啊这个。这个嘛，搁无做掏空内底，规支山搁走来，规庄就搁灾害啊！今年八月27号的一场大雨，伫山顶的乌仔厝溪暴涨，造成桂林里中山路都像是一条过水路面共款。虽然公部门每年拢有疏浚，但是淹水问题却是一再发生。对此，当地居民嘛认为，顶有天师傅，后边弄路的土石厝顶动，这是造成淹水的真正原因。这嘛，我都做一个妥善的改进吼，希望讲门顶的土莫阁放落，啊，有一个根治的效果啦。地主农庄大多拢伫现场，就是讲因拢乐意吼，互咱来施工。不管你安怎做拢好，只要莫造成下游的灾害。居民帮忙找到问题，但是政府单位却无积极解决，民众嘛担忧，若是继续走山，桂林里的居民恐惊受到真大伤害。那这个部分，我们也请同仁去了解这个部分会估计看需要多少经费，那我们可能会筹请经费来尽速来做修复跟复建的动作。拢切鸡肉，拢不会特别走山出去啊！目前已经进入大冬期，当地居民嘛希望相关单位赶紧进行复建工程，避免灾情愈来愈严重。万一周边的山势甲土石继续被冲刷，将会对因带来真大影响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